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加 C 括号以后乘以 B 是184395，那 A 乘以 B 是164395，那么他们括号 A 加 2C 乘以 B 是多少？我们看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哈，这一个加上呢 B 乘以C 乘以 B 啊，所以我现在哈把那个B 乘以 C 找出来以后哈，加上这个就是答案了。那我把它一减的话，就得到什么呢？一减的话，这 A 乘以 B 就消掉，剩下 C 乘以 B， 也就 C 乘以 B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4395就消掉了，那18减16就2嘛，就2，那后面呢1234。好，那我呢加这个，加上面这个哈。这是 A 加 C 乘以 B 哈，这是等于18439，然后给它加起来，加起来就是一个 AB 嘛，啊两个的 BC， 所以加起来就是 A 加 2C 啊，乘以 B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加起来这个进位嘛，就20。4395，所以答案是20。4395。